好，不要拍到你。好，我不会拍到你。那个，我们现在来使用这个 APP 来对这个大乐透看看。哎，是威力彩哦，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，每个人都不用再上班，来吧。你这个是用哪个 APP？ 我还是不知道。那个台湾彩券的。哦，好方便哦。哎，天才哎，好，再来。每一张都扫一下，有吗？没有。好，也没有。天哪，这也太背了吧？也没有，没关系，服务器给别人。好，应该在聚集能量当中。好，没有，再下一张。我们是一张一个号码吗？真的，对，我们是一张一个号码。好，再来。也没有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这里啊，这里。没有。哎，哦，没有，他停的比较久，是没有。那再下一个。这几率也太低了吧？再来。没有，还是没有，没有。它这个 A P P 是正确的吗？是啊。再来，它会不会是为了避免就是有些人中奖来领奖，他没钱，他就故意都写未中奖？还是没有？再来，他们不是系统有出包过吗？再来。中了多少？中400。对，中了400。好，太爽了。哦，好，未中奖。OK。